然后现在是换门，还是以门两边其实是一样的，我现在是还是以这个右手边这边吧，就是左边开门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装了一个下门罩，在这儿已经装好了。如果你要想换到左边呢，就是在那个备件里面，在那个备件包里面有另外一个方向的，是装在这儿的，是装在这边。这两个螺丝孔如果你要装，也会两个螺丝，要换门的话就把这两个螺丝取掉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以这边为例，这个门下面它会有个孔，直接对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门轿，这个就是上门轿，要把这个孔先装进去，先装到这个孔里面，然后再安装螺丝。看得到有两个螺丝，现在它已经被固定上了。然后这个就装好了。同理，另外上面这个门轿呢，你在装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堵头在这儿，这两个后面是螺丝孔，直接把它抠出来，然后用换另外一个方向的门轿，把它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的。